下麋鹿一下暴走，感觉很温馨，嗯，然后充满童趣。李记的客厅，就感觉一堆草乱中有序的感觉，晃动的。我们那个喜欢的是书的感觉，最喜欢的是无限可能，因为它真的很特别，就一个颠覆传统啊，上面竟然会有这些家具，觉得很有趣啊，可以两个人一起就是合作。